好意思，我是机场，不好意思。是要走去哪？29日炎亚纶出席品牌活动，不仅出场自带音效，还现场唱起歌来啦。刚才说旅行会必备什么？就是唇面膜剂，还有自己的枕头啦。因为我会认那个味道之外，还有我的颈椎，因为之前拍戏受伤，所以我需要一个对我的脖子比较有支撑力的枕头。偶尔还是会腰酸背痛，因为那个颈椎已经有一点角度不太对，就只能好好的复健跟注意自己睡姿。健康真的很重要，但亚纶透露自己更担心这件事。接下来就要去海南岛，我真的蛮担心自己会变漂黑的。怕大家到时候不认识我，或是以为我是泰国来宣传戏的。在粉丝眼里，你永远最帅啊！